以后你就好好在家待着，我照顾你，好不好？当阔太就行了。来，来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别浪费我时间，好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不想跟你发火，知道吗？能干就干，不能干，不能干就给我滚蛋，知道吧？能代替你的人不止一个两个，别在这儿浪费我时间，听到了吗？别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，花钱干什么呢？行了，别跟我废话，赶紧的啊！爸，过来，晚晚上再跟你讲。想妈妈了吗？嗯。回来了。嗯。怎么样啊？今天？喂，怎么了又？我刚跟那小陈说完，你这又给我能不能干啊？你们能不能干啊？让橙子接电话。他又干什么去了？行，那别废话了，行，我过去。行了，行行行行行行了。肖老师，我有急事先去趟公司啊，玩一会儿去吃饭啊，爱你。哎，段冲。怎么了这是？有心事啊？辞职了。辞职？嗯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呀？其实我想了有一阵子了，但是想清楚了。早点辞就对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啊，你辞职之后，以后我就早饭吃了，是吧？这个闺女也有人照顾。以后你就能当一个贤妻良母了，是吧？以后你就好好在家待着，我照顾你，好不好？当阔太就行了。来，来，我走了啊，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。我这脑子忙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晚上走了啊，玩一会儿去吃饭。人生呢？你有规划吗？想过什么样的人生，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你说过，咱们来这儿啊是战斗的，那就不能让别人看扁了。加入我们作战部队的感觉如何？有没有感受到那些人眼中的明枪暗箭？并没有，我感受到了没有比你踏实。我也是个有组织的人了。我也是个有战友的人了。那一次完美绽放。团长，我告诉你，这硬盘肯定没事儿，就算他有事儿也没有人重要。该回家了。也许彷徨，也许前方一片茫茫。今天是值得庆祝的一天，从今天起我的工资就变成了10000亿元。一个人的能力决定了这个人可以走多高，但是一个人的人品决定了这个人。